同齐散花王已经流传135年，因为早期将军盛行棉被产业，各家商厝拢是园仔草做的，容易失火。为着祈求避免火灾，才有了安尼的习俗。即次为着尊重在地风俗，台地嘛将街头巷尾路灯拢关掉，配合蜜蜂。因为阮另外个是棉蕉皮。收就对啦吼，啊，迄阵拢竹笼啊厝草堆也真侪，吼啊，所以着要即个风灾吼，阮地主先就降价，吼啊来指示，讲在冬节进前迄天，吼一定爱送花哦，吼啊，大家当来求平安。啊，比如送花哦，不送花哦，拢枯萎，拢爱看暗啊。安尼哦，安尼改造真不方便。改，万你啊，一个手尔。另外，廖宝最近尽心尽力传承这项民俗，自2015年成立文化资产了后，逐年拢推动保存维护甲传承推广。今年嘛设计了桌游，让民众透过游戏更加熟悉这项文化。为着要更加推广，吼啊，阮这个135年的历史吼，所以吼，阮有阮张时贤老师吼，啊，甲咱另外国小吼特别用心吼来设计吼这个桌游，就是要用这个桌游。和咱只信徒会当足足紧，吼来认识，吼咱宝济宫即个同齐商会哦，所需要用的名片、物品，啊，到伊的过程。仪式结束了后，庙方卖发放祭品五谷，和参会民众食平安。即、這个商会王的仪式嘛，成为了传承百年的地方特色。南天新闻台三将军蔡宏报道。